当下日子最难过的明星是谁？大家肯定想到昔日的大姐大那英。目前因为不堪国内舆论的指责，她离开国内去海外旅游。近日，那英躲藏在泰国的情景也被网友罕见曝光。五十六岁的那英当下在泰国苏梅岛度假，这样远离国内的是非，享受一片宁静。她被网友偶遇，当时希望躲开网友，但是看到网友很热情，要求合影，她同意了。 那英戴着白色帽子，下巴拖着口罩，脖子上的佛珠项链很明显。她强颜作笑，面对镜头比划着手势。和舞台上精致的妆容相比，素养的那英明显很苍老，和她的好朋友王菲的状态差了很多。镜头放大，发现那英的黑眼圈非常严重，而且眼袋也很大。虽然有着笑容，但是明显感觉到憔悴。毕竟刀郎的事情让她措手不及，有几分狼狈。 现在，因为李玟录音引发了网友和歌手对《好声音》的愤怒控诉，后来矛盾最终指向那英，就连她的恩师谷建芬老师说她的脑子不好使的访谈再度被提及，舆论如暴风雨一样都指向那英，所以那英才离开国内逃避舆论风暴。她先是在刀郎歌曲最火爆、自己被骂很惨的时候，带着孩子去了日本旅游。她在东京银座购物现场被网友偶遇。 后来，李玟录音事情曝光后，那英再度去泰国旅游。她让自己躲藏在泰国苏梅岛，也许是觉得自己委屈，也许是认真反省自己为何和自己几乎同龄的王菲、田震、杭天琪，人家都没有事，自己为何背负骂名？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就是在利益中迷失自己，还有在自己得意时候用强势的逻辑的做事，丝毫不顾及别人的看法。很多过往都被网友扒出。 这是二零一二年录制第一期《中国好声音》时候，那英和一个大爷一样，助理毕恭毕敬的给他用扇子扇凉。看看他的表情细节，实际上最能表现一个人的真实。这是几年前那英在澳门商场，有一个粉丝邀请他和自己合影，当时那英也许心情不好，当场对粉丝踢了一脚，而且暴怒不已。大家看，粉丝从背后被踢了一脚，能感觉到粉丝惨叫的声音。 后来，那英也没有道歉。有人罗列了那英的很多问题。如今，《好声音》舆论风暴继续蔓延，更多《好声音》人员出来指责这档节目背后的内幕。很多导师也受到了牵连，包括谢霆锋、周杰伦，还有主持人华少，几乎无一幸免。而那英因为参加《好声音》节目的时间最长，期数最多，因此她成为众矢之的。加上因为与刀郎的恩怨。 可以说，那英口碑有崩盘的危险，特别是歌手海明威的发文，直接指名道姓说那英姐妹俩为了搞钱，苦了很多歌手，更是引爆舆论。更多人站出来，不断爆料那英的问题。那英看来真的要和高晓松等人一样，要从神坛跌落了。他也许在思考下一步的去向了。最近有网友曝光，那英开始抛售北京的一处豪宅房产，售价曝光四点五亿元。 加上他今年在英国、日本、泰国旅游，不否认他有移民海外的想法。毕竟徐静蕾等很多名人都在海外有资产，远离是非之地，躲在一个地方享受宁静，也许是很好的方式。如今他在《好声音》的表现被网友和学员曝光，他再度站在舆论风口，但是他选择了沉默不回应。大家怎么看那英这样的做法？他如今在泰国苏梅岛度假，他会回应大家对他的批评吗？